我今天可能是叫你们试菜啊，他准备出的那个新的菜式啊。先坐我少少，俾个位置。好嘅，好嘅。OK， 而家出紧系私房菜。私房菜，私房菜。这个，照我吃最多的。来来来来。你先啦，你先。我不用美容。先摇一下，看看辣不辣。生姜啊，这是鹅啊，鹅啊，那它一只鹅可以做这么多种吃法，好几种吃法，鸡皮啊，大鹅，大鹅，呢个又呢个系嗰啲咩啊？佢自己整嗰啲肉咩啊？肉，咁唔紧要咩？方便要啲茶嘛？茶要噶，转去你嗰边啦。腐竹豬皮同埋佢有嗰啲佢自己打嗰啲肉餅啊，呢啲啊，哇嚟！運動咗嚟啫。主要成都係嗰啲豬頭，係豬頭飛豬。我想看看他们用什么包的，酸菜。酸菜吗？还是白醋啊？白菜？不是酸菜。整块多吗？就差不多是酸菜。对，尝一尝。那个梅菜，香很香，那个梅菜很香，我不知道是什么，就闻得到。闻得到。看，看，转过去，转过去，让他们先拿。你知道吗？1973年啊，对不对？白话，白话就是三个，讲广东话还不够。有鱼喎，呢个有鱼，有烧肉，烧肉。啊，呢个烧肉你今食先，你食。我揽啊，我揽。佢系一碗咁样夹埋咁嗰种。有拉长条的给你照啊，没有高，来了，来了，再来。这个大厨，不是，你盖碗那个。再来，这个中午我的。我的中一单吗？那甜的水果，一个分一个，对，甜的水果。那是请他照样。还个刀。这个是那个红烂盘子，但不健康的。这个是。再问你咩？唔系啊，另一间喎。啊。另一间啊。知。我想份人一样啊，攞个方便一样。呢个。no， 你反而个之前咧第一次嗰个用手画嗰个。系啊，真系有手画。呢个咪有手画。是还照。啊？手画。